接下来我们要见识的挑战项目，两个挑战者之间绝对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而这一对挑战者是一对夫妻，掌声有请。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夏老师好。张瑞平老师好。来，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刘军，今年36岁。大家好，我叫冯月，今年31岁。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夫妻俩挑战项目的名字叫人梯平衡登高。人梯平衡登高。我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在他上台阶的同时，他的妻子在他的肩膀上，而他的妻子与此同时要把身后用4个塑料杯子垫起来的这个花和平衡板顶在头上保持平衡，所以丈夫要保持妻子的平衡，然后他还得保持自己和妻子以及花同时的平衡，并且在梯子上，然后还要往上上楼，就这么简单。我看一下，现在我们有几级台阶啊？台阶是6级。我想问，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极限吗？我们从练习到现在演出是一直是5级。5级台阶。对，来到我们挑战不可能，就是要想挑战一下自己，为自己加了一凳。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进入挑战区。准备好了吗？两位，好，我宣布挑战开始。哇，在鼻梁。哇，太太在上面摆的姿势要平衡，先生在底下，他全身460块肌肉，每一块肌肉都在动，因为他每一阶走上去要用手、用脚、用腰的力量、用肩膀的力量，这个挑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场尽量保持安静啊。哇哦！
没事吧？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哇，呼，没关系，平静一下，休息一下。来，我们掌声送给两位。我们对这个场地不太熟悉，对灯光啊都不太熟悉，因为各方面还不太适应嘛，造成失误。他们的表演跟我以前看过的都不太一样，就以前呢那个难度是递进的，好像刚开始还会比较平静，大部分的杂技到后来会越来越惊心动魄，可是他们一开始就好像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难度里面，对，一个艰难的过程。从一开始站上去的时候，其实上就已经这个肌肉就已经是达到了满负荷的状态。对他们来讲，每增加一阶，它的难度是翻倍的。这个可能真的是要夫妻才能做成这件事啊，那是要多大的一个默契，相互的信任，然后相互的支撑。他掉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先想到自己，他先看着太太。发现他太太在空中安全了之后，他才放心地摔倒在地上。没关系啊，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三次机会，我们还有两次，可以了吗？好，第二次挑战开始。加油加油。已经没有再从第一次的时候，一次次的努力就好像永远差那么一丁点就成不了。我心里想他今天不会成功的。没关系没关系，不着急不着急。哎呀，之前第一次是在向第五级冲刺的时候掉下来，第三到第四的时候，这次是第四到第五的时候，所以这一次已经比第一次提升了一个台阶，但是距离六级台阶还有两级的距离，是，好难呐、啊！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夫妻俩又开始准备最后一次挑战。前两次的失败消耗了夫妻俩大量的体能，使得接下来的挑战变得越发艰难。他们能够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加油！加油！我们都有一个信念，既然来到了挑战不可能，就想超越自我。只要是有一点点劲，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不能放弃。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说我不成功的话，我这一辈子也许就有可能没有机会上这么大的舞台。
天道酬勤，或者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摘到苹果就是你最后一次跳起的时候。他们今天就是这样。真正使我感动的是两个人的合作，跟他们为梦想而继续努力挑战，这是真正感动我的。来，有请两位。哇，哇，好奇怪！我觉得可以挑战不可能，为什么会感动的呢？这个真的很感动的。挑战是成功了，在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荣誉殿堂，祝你们好运，希望能看见你们。谢谢老师，加油！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怎么认识的吗？我们是在一个团里认识的，当时他10岁，我15岁。哇哇，青梅竹马，青梅竹马。你们俩是专业的杂技演员吗？对，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那但是你们这个年龄了，从来没有考虑过转行了或者怎样，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舞台上啊。我们就一直想在最近这两年就是想改行，开个小饭馆啦，或者做点小生意啦，但是呢后来想一想，我们还是要坚持几年啊，因为我们毕竟来说从小就练的这个行业，这是这个节目呢也算是我们维持生计的一个经济来源吧。孩子们支持你们转行吗？或者跟他们说过吗？他们最希望就是说爸爸妈妈能就是说不要出去演出了，多陪陪他们。我每一次回去，我们逛超市啊什么的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那两个小眼啊就瞅着我钱包，妈妈你还有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我说妈妈还有很多呢。我说你为什么老是看妈妈钱包干嘛呀？他说我看你还有多少钱，因为你钱一花没的时候你就要走了，我看看你快走了吗。当时真的心里面真的挺难受的，真的蛮感人的。就是其实孩子也知道父母的不容易啊，就爸爸妈妈是在为这个家在打拼。那孩子看过你们的表演吗？我们每次就是说演出离家近的地方会把他们接过来待几天。所以有来吗？今天今天有来，有来。放暑假我们带过来了。哦，是吗？那是不是到现场跟大家伙见个面呀？耶、yeah, ，是双胞胎吗？双胞胎，对，是双胞胎，是双胞胎呀、啊！哇哦！你们好，叔叔阿姨好，阿姨好，你们好。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刘梦瑶，我叫刘梦琪。你是高个子，是姐姐是吗？不是。姐姐怎么比妹妹还要矮呢？她比我吃的多。今天高不高兴看到爸妈那么精彩的演出？高兴吗？高兴。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吗？爸爸妈妈辛苦了。爸爸妈妈辛苦了，我要好好学习，好好练琴，不让你们这么辛苦了。其实我觉得有孩子这句话，可能爸妈吃苦都觉得值得了，是不是？啊，那姐姐为什么哭了？为什么哭了？姐姐都要哭了。姐姐，姐姐为什么哭了？估计今天看到我俩失败了。很担心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我给你们两个一人一个大的奖杯，不哭了，我看不哭了啊！你看这么大的奖杯好不好？啊，不要哭啊！哇，你哭的真的，快把眼泪擦。梨花带雨啊！不哭了，哎呦，为什么哭？不哭，为什么哭？啊，不哭不伤心，就是你跟他跟我说为什么哭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很感动的。哦，没关系啊。可是最后不是成功了吗？对不对？妈妈做得很好，你应该为妈妈感到骄傲，对不对？乖，加油！
我说为什么哭啊，孩子就说了几个字，妈妈掉下来了。哇，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哭了啊！妈妈说过要坚强，是不是？不哭啊！他们在为孩子坚持，孩子在为父母担心，这样的一种相互的一种家庭当中的一种情感，是他们坚持下来的一个动力。在这里，我要向老婆孩子保证。在演出我驮着我老婆站在我的肩上，我能保证她的安全。在家庭生活当中，我要向你们保证用我的双肩要支撑这个家庭，来为你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哇，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挑战，一个不可能。当你们都完成了一个挑战不可能，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会被你们感动到。我的决定是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们今天的表演是我最感动的，是你对生活的挑战，所以我今天要投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的态度是能。谢谢谢谢老师。加油，我们有请冯月、刘军带着孩子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对夫妻凭借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永不言弃的坚韧精神，突破了年龄体能的极限，勇攀高峰，挑战不可能。让我们欢迎他们进入荣誉殿堂。我听到有一个人说所有的人往后退，是谁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个引子，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挑战的项目跟开车有关。掌声有请挑战者上场。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李鱼，今年24岁，来自陕西咸阳。旁边的这位是我的搭档，也是我的妻子。哇，大家好，我叫涂海妹，今年24岁，来自广东韶关。什么职业？我们现在是车手。哦，车手，职业专业的来了吧？专业的来了啊！你们现在的职业就是赛车吗？对，是的，是一个花式表演漂移。两位要给我们带来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项目？我们上道具。两位挑战者将各自驾驶一台汽车，用两辆汽车的后保险杠夹住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再进行倒车入位。在挑战过程中，挑战者不能下车，不能进行语言交流。水杯掉落、破碎以及轮胎压线均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场中的车位全长9.3米，而挑战者所驾驶的两台汽车长度总和约为8.6米。两者仅仅相差0.7米，在倒车过程中操作稍有不慎，汽车就会撞到停车位两边的白色汽车，并且在倒车入位时两车速度稍有偏差，玻璃杯将很可能被挤碎或掉落，导致挑战失败。在之前我的一次训练中手意外受伤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本来我是用自动挡，他来用手动挡的，但是因为手受伤了又用不了，然后我们互相调换了位置，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第一次这么配合。好，现在要开始进行挑战了，准备好了以后两人可以给我示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第一次挑战开始。
他们的信号。对，有暗号。有暗号。喇叭是我来告诉他是大概停车了，或者是该放慢速度了，这是我们之间一种的特有的暗号。照我的推测，他一个是放在空档，一个在后边推，所以两个人的合气非常重要。这个比较难了，因为他两个车尾在慢慢错开，大家看到没有？杯子在转，在转呢。你看，你看，你看。那么方向一个顺时针，另外就要逆时针了。哎呀！蛮紧的哦。哇，哎。哎，就一个玻璃杯啊，所以如果那个力道没有拿捏好，要么杯子就掉到地上，要么玻璃杯就碎了。所以他们哎，这个现在很难了，因为有一方如果刹车，对方不知道的话，现在问题在于夫妻俩不能交流，他们只能靠经验来传递信息。哦，很难调整。第一次到录制现场之前都是在外面练，然后环境啊什么的都比较熟悉，比较大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环境，因为他们两个大方向很容易有失误。失败吗？你一会儿这样到的时候你看着，反正尽量别走太远就行了，就是照我那个点，我自己看那个。对对对，好，往前看。由于夫妻俩的配合出现失误，导致水杯被汽车挤碎。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他们将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挑战。来，把掌声送给他们，给他们第二次加加油。有请挑战者进行他们的第二次挑战。这个时候是还没出力，鲤鱼放空档了。放空档。这次是按一次停了，再按两次，赶快刹车。对，稍微着急了，不要着急，慢慢来。
这把应该希望很大。哎，还要再来一把。对。啊啊！关键现在他们完全不知道杯子是什么状态。他们现在只能凭感觉。啊！其实已经到车位了，已经到车位里了。对，就按照我们普通人开车的要求，这都已经这很鲤鱼的这辆车已经基本上停直了。这个海妹的车可能再有一把，他只要再往前上一点就直了，就差一点点。但是来，掌声送给两位。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失败都是一些特别小的失误，我就想最后一次他们稍微仔细一点应该就能够成。第二次挑战，夫妻俩的配合再次失误，水杯直接掉落至地面。但是在正式挑战之前，两位挑战者在室外练习时成功率却高达90%。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接连失误呢？这对小夫妻能够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挑战成功吗？最后一次机会，两人准备好了吗？稍等一下，我平复一下心情。好。前两次没有挑战成功，因为心里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我太想成功了。可以。好。海妹，准备好了。好。让我们共同见证挑战者第三次挑战开始。最后一次机会了啊！反正咱们开的这个车叫长安福特翼博，你们俩就放手翼博吧。这次快了一点啊！杯子开始转了。这个环节像交谊舞一样啊。杯子转着圈，两个车互相错着位。他们第一次停车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进去他们还要前后前后前后啊。但如果他们第一次停的位置准确的话，他们进到车位里以后可能不用太多调整。有这一把，我觉得他们成功的几率应该比较大了。稳住，别出现失误。挑战完成。等一会儿，你们两个确认挑战结束了吗？我可以给你们一次调整的机会。确认。好。在最后一轮挑战中，虽然两台汽车顺利倒入车位，但是鲤鱼因为视觉盲区的影响，没有发现他所开的汽车轮胎压线，导致挑战失败。至此，挑战者的三次挑战均以失败告终。
作为这么职业的车手，最后那一把其实涂海妹前面是还有空间的，你明显可以看到她的那个是压线了，为什么不做调整？这个时候我必须是让她来顶我，对，所以那个时候决定权在你这儿。是的，非常遗憾的挑战失败。其实第三次从开始一直都很好，但是可能因为我丈夫他就是前两次的失败特别的紧张，该停车的时候可能是忘记停车还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把最好的时机给过了，所以车斜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们进不去了，那次挑战是失败的。你们之前在试验的时候是成功率有多少？成功率有90%，确实有点紧张了，压力有点大了。对，压力有点大了，因为太想成功了。所有的表演者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经验要累积出来的。你们是对你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培养你们的默契。我们中国人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嘛，所以你们俩这个牵着的手一直牵到老，我相信你们可以去在生活中挑战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可能等待着你们共同去迎接，所以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祝福祝福你们两位年轻人，加油。因为心里的情绪特别复杂，造成在上台压力也大，所以说没有挑战成功。我看不见我呢，我真的是快完了。你想再倒一把就可以了。我知道是我的不对，希望你能原谅我，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更好的生活吧。